很多打高尔夫球的人都很想迅速提高自己的球技，但是重复着毫无意义的挥杆动作，每一次挥杆与之前都有所区别，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动作不规范。现在我们结合分析数据，通过有趣的方式来提高您的挥杆技术吧。一种全新的高尔夫球课程首次问世，现在您就可以参加。对您的高尔夫球挥杆动作进行系统分析。您是否清楚自己的击球距离、轨迹和类型？模仿了正确的挥杆方式，但还是出错？ GDR 带您进入一个练习高尔夫的全新世界。当您进入击球区域，您会自动登录，您的练习数据也会迅速保存至主页上的我的练习室。RFID 高尔夫球杆识别系统无需单独操作，即可识别出您所使用的球杆类型，而整合了高尔夫中技术和知识的逼真传感器，则会向您展示您击球的实际图像。与其他高质量的投球系统相比，安装在个人击球区域前后方的 World Swing 摄像机，可以更好地对您的挥杆动作进行分析。通过 GDR 的每杆数据存储功能，您可进行系统的训练。自动挥杆板可调节倾斜度，而三种不同的打击草垫能让您体验到球道、长草区和沙坑的感觉，就像真实的高尔夫球场一样。使用了 GDR 科学系统后，您将拥有完全不同的高尔夫体验。研究您的数据，减少击球次数。总杆数减少十次的秘诀就藏在您的数据之中，让我们来看看吧。GDR 通过网络呈现所有您的练习数据，您便能看到您的个人分析，包括练习时间、击球数、平均每杆距离、球速以及击球角度。GDR 提供镜像模式，即可通过观看屏幕和比较模式纠正您的挥杆动作。您可比较两台 World Swing 摄像机，检查自己挥杆的正误，然后进行系统的训练。场地训练模式可展示并提供测试结果，包括您的发球杆击球上球道比率、铁杆击球上果岭比率、楔杆击球靠近球洞比率以及推杆进洞比率。您可通过 GDR 的分析报告检查自己的技术。课程模式中，您可根据课程教练的指导进行某一特定的击球动作练习，如右曲球、左曲球和斜坡球，而且在网页上可以使用以下功能复习：用挥杆诊断功能分析的不同球杆的挥杆详细数据，教练使用累积练习数据，一对一指导。好了，现在有了 GDR， 您做好总杆数减少十杆的准备了吗？高尔夫太有趣了， GDR 给您带来无限欢乐。由于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，您是否开始厌倦高尔夫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没有了动力，您也就很难提高自己的技术。 GDR 提供练习场模式及许多其他练习模式，所以您可以开心地练习。短杆模式可让您练习靠近球洞击球，挑战模式可让您在每次成功完成任务后给出分数，提升您的水平，查看您在全国的实时排名。迷你模式结合了三杆、四杆和五杆的标准杆，可让您检查其他模式下自己的技术，让您尽享练习的乐趣。在具有 GDR 的多样的练习场与严选的最佳高尔夫教练，您可以享受各种各样服务，有趣和方便的练习高尔夫。 GDR 可提供最佳的环境，让您可以开心地练习高尔夫。现在拥有了 GDR 科学系统，您离理想中的高尔夫就更近一步了。您的技术将获得更多的表扬，您对自己的挥杆将更加自信。但是更为重要的是，您在打高尔夫的过程中收获了双重乐趣。高尔夫总打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尔夫学院，开全球之先河。
GDR 全球首个全新类型的高尔夫练习场地。